中国の母なる大河、長江。綺麗。2011年、私は日本の NHK の撮影でこのアジア最大の大河のドキュメンタリーを撮影した。あれから10年、中国に移住した私は再びこの大河を撮りたいと考え、長江源流部のチベット高原にやってきた。しかし、こちらは、我们俩今天是到这边第二天，还不行，不行，我头疼，这个人也不行，摄影师阿浩。ここは標高約4700メートル。私は到着するや否や高山病を患ってしまった。最上面。私は妻に帰ることを決めたとメールをした。我觉得最大的新年的变化是我的体力。你老了。老了。帰る前に一目だけでも長江源流を見たいと思う。私はスタッフにお願いして川沿いに連れてきてもらった。当时拿着相机在这儿跑，然后跑。现在他拿着，我抱着氧气瓶陪着他换气瓶。チベット高原を流れるトト川、このアメーバ状の川がやがて一つになり、大河長江となる。帰りの出発時間まであと2時間。私はもう二度とここには来れないと覚悟し、記念に川沿いを歩くカットを撮ることにした。不知道能不能撑得住。慢点走，一定要慢。走啊。川沿いを歩くカットを数テイク撮ると、ある異変に気づいた。酸素ボンベを外しても問題なくなったのだ。10年前、長江6300キロの撮影を通して中国の豊かな風景、文化、人々に惚れ込んだ私は、この国をより深く知るため移住することを決めた。就是10年前没有拍长江的话，没有现在的我，这是绝对的。所以对我来讲，长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長江の風を感じていると不思議なことに力が湧いてきた。私はスタッフに撮影を続行したいと伝えた。しかし、哭一下，真的跑得你生气，你为什么哭啊？不想让大家那么累。你是好了好了一点，不代表你就没问题。我也没想到突然好了，有可能是很兴奋吧。那之后又变，怎么办呢？我们都想拍长江，好几个重要的项目都是跟你一起拍的，大凉山，所以他特别特别担心你的状态。他来之前也一直说。低予算での撮影のため。スタッフは私を入れてわずか4人。皆がまとまらないと撮影は続行できない。この後私たちはどうなったのか。
それはこれから始まる物語を見てほしい。哇，好久不见，哥哥西里。哇，真的是狼吗？不是狗吗？那个是藏羚羊。哇，真的不怕人哎，好可爱呀、啊！哇，不会是说？有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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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第一次进来蒙古包，这里面是猪肉哦，这样棒！不行，我不会。哇，明显海拔高了，你觉得有点远吗？肯定走不过去，不要逞强。我没有。十年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全長6300キロ、アジア最大の大河、長江。在ホイチャンジャンでは、全数回のシリーズで、私たちが長江に沿って中国大陸を横断する旅を描く。最初に向かったのは、青海省にある長江源流部。今回の一番の目的は、長江最初の一滴を撮影すること。なぜなら、10年前、時間の関係で最初の一滴を撮ることができず、最も悔いが残る場所だからだ。ほ、すげえ。漂亮です。すごい。漂亮。製造航路は、世界で最も標高が高い貨物道路だという。太漂亮了。4700好高啊，这4700米一直摇摇就摇来摇去的话有点难受。摇上去了，一直摇到拉萨了。对啊，这个太难受了。对啊。私が乗っているのは長年製造航路を専門に走るトラック。ただ普通に車に乗っていくだけじゃ面白くないし、この地域に詳しいうんちゃんと一緒に行けば、いろいろと面白い話が聞けると思ったからだ。你们从成都出发的吧？我们从成都出发的。从成都到拉萨大概要多久？正常的话应该是60个小时。60个小时以内。他们干嘛的？对。他是干嘛的？他是步行的，徒步的。徒步的？对。啊？徒步去拉萨吗？对，徒步去拉萨，很多。啊？有很多徒步去拉萨。都干嘛的？他们一边推车一边直播。直播？对。这样不好，他们这样危险得很。对啊。对，你像我们那个车，这个大货车一般跟在路上。这个现象有可能从就是最近一两年开始的吧。对，最近是8年前不可能有这样的人，以前没有的，对吧？那车好像出了事故。啊？哇！出了事故，从那儿开始。这，哇！幸好人没事儿。它这个路就特别窄，对，就太堵车了。应该可以来说是全国最难跑的路吧？全国大货车最难跑的。哦。路比较窄，它就比较烂。而且那个还高反嘛，对，好多司机都不愿意来这儿。哦，所以跑这条路的司机都是比较年轻人。对，比较年轻，是吧？对，老人很少。这几年的西藏的发展应该挺快的吧？对，西藏发展挺快的。哦，订快递的也多。哦，像以前就没这么多快递，现在这几年货量大了，越来越大了。对。以前货量相对来说是很早的时候也就1/3吧，现在你看越来越多，因为需求多。对，一般来讲还是吃的比较多，还是生活用品比较多。什么洗发露什么的吗？对，纸呀、油啊、饮料啊啥的，他们要再从批发商那儿拿的话，价格肯定高。他们在从这个上面买要便宜多。网上直接买。对，网上直接买。卖东西啊啥都方便的，像我们这个功劳也不小。挺自豪的有时候。李さんの会社は2017年にこのチベット貨物ルートを開設した。近年チベット経済の発展に伴い物流量が飛躍的に増えている。
想跑其他地方吧，人舒服一点，跑青藏线吧，人累一点，但是可以多赚一点。那多少钱一个月？像我们现在好的话也就4万多吧。4万多？对。这么多？辛苦吧。哇，比我多。月収4万元は繁忙期に1日も休むことなく製造航路を走り続けて得られる金額だ。小学校卒業という学歴の李さんにとってこれほど稼げる仕事は他になかなかない。それもすべて年老いた両親と4人の子供の生活費と学費を稼ぐためだ。よいしょ。よいしょ。你不冷吗？你 T 恤？习惯了，我穿是这么厚的。我们已经习惯了。习惯了，年轻人不一样。啊、哇，好看！你已经看腻了吗？对，我已经看腻了。是吧？这么漂亮的风景。这是电饭锅吗？对。哦。锻炼就不大。哎呀，这么多的食材啊！我真第一次看过这样的做饭，是吧？在卡车里做饭，人生第一次看，是吧？能开火吗？高原可以开火啊。等一下啊！哎，好了，那来了，来了吗？但这个高原的话，火力不够吧？我一说，我一说的意思是，看上去好好吃而已，是吧？嗯，よし。よしよし。よしよし。製造航路沿いには食堂が少なく、あったとしても李さんの口に合わないため、ほとんど毎日自炊している。看起来挺香哦。可以。不饿。哎。哇，这个风景太好了，没错吧？吃饭，我先吃米饭啊！我先吃米饭，熟不熟？尝尝，肯定好吃啊！咋样？还行吧，还行啊！哎呦！自炊は時間がかかるため、李さんは毎日一食しか食べないという。一刻も早く商品を届けるため、二人のドライバーが交代で運転し、1日24時間ほとんど停車はしない。出発して5時間が経過した。長江源流部まであと数百キロ。就是一直在跑来跑去，两个月回一次家嘛。哦，像我们回家早上，早上走的时候都是那个凌晨就走了。哦，不敢等孩子起来，他要起来你哭着闹着你就走不了了。好难受啊！我跟你差不多，其实，是吧？真的，我真的跟你差不多。终于有了能理解我的人。2ヶ月に一度しか家に帰れない李さん。撮影でほとんど家に帰れない私と同じだ。そんな彼の唯一の楽しみは、休憩時間にある動画を見ること。这会儿没人，好像你开车出不去了，车不在。这是你家？对。院里面是玉米，这些不是丰收了吗？放在院里面。每天换岗之后都在看。对啊，每天都要看。只要空闲了就会看，想家嘛。哇，修不了吗？这条路？经常修，经常烂。哦。哇，好多啊！是我孩子，好多孩子。
爸爸爱你了。那听到这种语音的时候什么感受？心里面酸得很，对吧？对，有时候挺想立马换个工作的，但是换啥呢？换其他的又不挣钱，这个呢就累一点吧，还能多挣一点。有时候回家你都舍不特别特别舍不得走，没有办法。那如果儿子将来跟你说我也想当开车，那我肯定不让他。反对是吧？对，我一定要反对。嗯，所以你是好爸爸呀。但是你也是好爸爸，但也要做一个好儿子呢。对，这样奋斗也是为了父母。嗯，对，本来是想着明年给爸妈把那个房重新建一下。哦，毕竟是老房子了。嗯，出発から11時間が経過した。你前面亮灯那个就是偷的河。啊？到了。亮灯那儿就是偷的河。啊，是吗？对。我到了。对。哇哦！总算到了。呀，终于到了。现在10点半，差不多十二个小时，11。哦。好多卡车停在这儿，对，哇，真的完全不一样，对，哇，这个吃饭的地方吗？有餐厅啊，餐厅，对，餐厅特别多，而且看起来都是新的感觉，对。哎呀，哎呦，啊，坐都坐坏了，累了，累了，那你更累，谢谢，没事，谢，没事。聊天聊得挺开心，谢谢，谢谢。还有没有问你啊？你以后的目标是啥？未来的目标？未来的目标，我就想开个大型修理厂。哦，对，在那个宁夏吗？对，这样的话可以每天见到孩子。对，就是吧，多幸福的一件事。对，马师傅。拜拜，谢谢，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对，小心啊。製造航路を走る運転手は、その過酷さから多くが辞めてしまうという。そんな中、家族のために懸命に働く李さん。彼の安全を心から祈る。夜が明けて、いよいよ10年ぶりに長江源流外川と再会する時がやってきた。冒頭で紹介したように、私は3日間高山病に苦しんだ後、外に出た。没有高反。高反已经没事了。没适应。也不是适应吧，应该是兴奋吧。还是蛮兴奋的，因为我一直想拍长江的纪录片。终于实现了。10年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因为其实这边没有变化的，跟10年前一样，依然的漂亮。对，有可能唯一一个吧，跟十年前完全一模一样的地方。哇，好凉啊！啊，因为这个冰川的，对吧？冰川化掉的水嘛。还是有味道，有土，那个土的味道，土味。標高6000メートル級の山々から流れ出た水が集まり、形成される川。空撮をすれば一目瞭然なのだが、その姿はまるで毛細血管のようで、外川はまさに中国大陸に血液を運び、命を吹き込む存在のように感じた。
トト川沿いにあるタングラーシャンチェン。10年前に比べて人も車も建物も増えたが、具体的にどう変わったのか。这边跟十年前完全不一样，很干净，马路也很干净，刚修的路吧。这个镇的第一个红绿灯吧，有可能。我人生第一次看了装红绿灯的场景。这个红绿灯是这个镇第一个红绿灯，应该是吧。这个从哪里运过来的？内地他们喊其他地方叫内地啊，内地。这个很明显，我这个桥嘛，沱沱河的桥，就十年前的，我十年前拍过的这个桥，这是新的桥啊。这个前几天也看了，已经这个桥变成保护文物的东西了。免费喝咖啡，哎，没想到这里有可以喝咖啡的点，而且免费。可以看一下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你好，你好，这里可以喝免费咖啡吗？你要带垃圾的话可以喝。带垃圾的话可以喝。捐赠给谁啊？就是保护环境的那个组织是吧？对。秘密难看。你现在是 M。愛だけ愛の元へ帰るんだ。为什么你听日语的歌？他放啊，你放各种语言的啊？是吗？你喜欢这个歌吗？里面挂着是什么？这个是志愿者工作台。哦，志愿者，你是武汉，从武汉来的。哦，彼らは都会から来たボランティア。ここで長江源流部の環境保護活動をしている。彼らの多くが上海、南京、武漢など長江流域に住む若者たちだ。你平时上班吗？最近离职了吗？啊，无业游民。另外嘛，也是趁这个机会来重新思考一下以后未来的人生将怎样去发展。因为工作了好几年，然后也有点累了，有点疲惫了，所以出来走走。为什么这么恶劣环境的地方，来到这么恶劣环境的地方？其实我们这儿的环境很恶劣，很恶劣的，就高反，就高原反应，你们没有吗？有，但是适应一下就还 OK。而且听说这边不能洗澡，所以我一直没有洗澡。喜欢回来看啊？啊，是吗？最近是比较的闲，悠闲啊，闲比较的忙。好，妹。他可能忘了今天发生什么。啊！等一下，等一下，我也想拍，一起去吧。我没有，我从未有过这么多人。哇、哦！你们走得太快了，喘不过气。去哪儿？我们垃圾调查。啊，垃圾调查。就是我们在这个镇上捡一圈垃圾。哦。捡回来，然后再对他们进行分类记录。哦。我说司机跟游客都很多。哦。所以大家。我可以拿这个吗？那这个其实我们是捡不完的，这个太多了。心脏更美丽，垃圾不落地，心脏更美丽。看到前面的那个。哇。那一部分是我们每天过来捡过来的。哇，这个过了就是花了几天积累起来的。哦，这个我不知道哎。我们是不断累积，不断消化。因为好多。他们有那个袋子
是装好的。你真的没有统计多久？好多、啊。这样，那边也是各种分类。哇，好细，分的好细啊。是的。就像日本一样。是，我们有一个本子，会记录所有的我们捡到的垃圾的品类，哦、包括品牌，哦、都会记的。品牌也要记吗？因为就是我们是希望就是说积累到足够的数据之后，把这个数据反馈给品牌方、哦、然后就是可以期待就是说之后说他们的赞助、嗯、是吧，那也是一大目的，但是我们更多的是希望他们去改变自己的这种食品包装、啊、更环保一点，这样明白明白。对，娃哈哈三个，三个，红牛两个，雪花，哇，你看康师傅最多的。南京に住む私を含め、長江流域に住む住民は約4億人。源流が汚れれば、そのすべての人に影響する。このボランティア団体は今後、長江の中流、下流域にも事務所を構えて、活動を広げていく予定だという。この日、私たちは車を借りて、長江最初の一滴を目指す旅に出た。これ不是狗、这是狼。它尾巴长，看到吗？蓝，你把拖到地上绝对是。哇哇，看看我，看我，哇、哦，走过来了，看看我，看我，哦、来吃我蓝，哇、哦，真的是蓝吗？不是狗吗？狼，真的是狼，绝对是狼，它的尾巴是夹着的，而且脸是尖的，哇，太难得了，藏狼，等一下啊，你，哦、这格尔木的车，啊、哦，是保护站的吧？你好，这上面是去哪的？两个村，有两个村在那上面是吧？好，谢谢啊。トド川に沿って作られたこの道、ナビには記されていない。一体何が待ち受けているのか。いや、好夸张啊！360度什么都没有。万一车坏的话，我们真的要死了。你们什么心情？爸爸妈妈你们好。出事了，麻烦你们找一下竹内亮。哦，竹内亮可能找找皮吧。竹内亮可能跟我们一起驾鹤西去了。竹内亮找不到。ひたすら車を走らせること2時間。ぬかるんだ場所に差し掛かったため、車を降りて渡れるかどうか確認する。这个脚踩一下就觉得不应该来吧？哇，来了！真的来了！啊，完了，完了！可以说了吗？完了，说了，完了！怎么办？完了！这边我觉得这边得先把泥搞一下，这边泥全都是，这边底盘都快陷进去了。我也不知道，相当危险，很危险，生命的危险。对，人の姿は全く見えない。私の携帯の電波は圏外。私はこの時43年の人生を振り返っていた。最初に浮かんできたのは、それは内緒。那边有个人。幸運にも彼は草原保護管理人だった。待つこと2時間、応援部隊がやってきた。しかしこの時点で助かるという見込みはまだなかった。
なぜなら源流部の土は永久凍土と呼ばれる凍った土であり、午後になるとどんどん溶けてタイヤがさらに深く沈んでいくからだ。明天就是这个结冰冻的时候比较好。私たちが絶望している間も応援部隊の彼らは諦めない。もし車がここから出られなければ今晩この氷点下の中どこでどう過ごせばいいのかわからない。最关键的一刻，只有一次机会。我们有救了，要哭了。对不起，让你们等那么久，破了今天的拍摄计划。哎，感动了。啊，终于回到路了。哦，啊，谢谢师傅，你救了我们的命，真的。你的名字叫什么？师傅的名字？索南丹真。索南丹真。嗯嗯。你们是住从哪里来的？我们一个房间都没看到。这个路上，我们就打帐篷。啊，帐篷。嗯，帐篷。是那个蒙古包那样的吗？啊、哦，就是。那来路上看到三个是你们？有桥那个是吧？啊，对。啊，哎，我们本来想去看。何必跑到这地方呢？我们可以去看你的家吗？行。哦，谢谢。哇！哎呀！哇，四哥！哇，这个星星！啊，星星好漂亮啊！我们是游客，我们来玩的，我们就可以去看嘛。嗯，可以，再见。哎呦，哇，すごい，好，哇，我第一次进来了，蒙古包。哇，すごい。坐吧，那你坐。谢谢，坐吧，没事，没事，对，非常感谢。里面救了我们的命，真的。你看，我们都变成这样了。对啊，很脏了。没事，他们都脏了。非常感谢。啊，酥油茶吗？不是，奶茶。奶茶哦。哇！谢谢。啊，好喝！生命水，真的，因为身体完全是就是凉了嘛，我们的身体都凉了，喝这个就暖和了。これはチベット族の主食、真空麦に。作りたてのバターを入れたもの。这里面是酥油，啊，酥油茶，啊，酥油呗，啊，酥油，啊 ，OK， 这样子啊，只能按一两大块上给你就用。哇，这样棒，嗯，你看，真这样做，哇，你那搞得太碎了，不行，我不会，就这样吃，嗯。哇，好吃，好好吃啊！这个是用了多少年了？这个好像三年左右。三年左右，嗯，多少钱？这个吗？嗯，四五千左右。但我们可以随便搭吗？
可以，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的。啊，是吗？这个下雨，我从这个楼梯子的，对，有房子了。其实真的很暖和。丹心さんの家族は妻と二人の子供の4人。長男は数百キロ離れた町の小学校に通わせているため、現在は3人で暮らしている。那你怎么认识老婆？在那个以前我们放羊的时候，绝对没有。放羊的时候碰到了。就是。有这样，有这样的。马上下课。真的吗？哇，这个好浪漫。放羊的时候认识老婆，好浪漫的。私は彼が普段どんな生活をしているのか興味を持ったため、明日再び遊びに来る約束をして宿に帰った。翌日、昨夜は気づかなかったが、丹心さんは都都川の支流沿いに住んでいた。やはり遊牧民も水との関わりは非常に重要なのだ。走走走，不好意思，迟到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走走走，走。那个羊是你们家的羊吗？那现在谁带啊？他带，他这边那个。好臭，这全部都是那个。哦，来，你看，你看。哇哇，好多哇！丹心さんの主な収入源はこの約1000頭の羊だ。2年かけて育てて1匹1000元で売るという。計算してみると結構お金持ちだ。在这儿拉水。嗯。这个水用在洗衣机是吧？嗯洗洗衣服呀，洗漱、洗脸，这个还可以。哦，还要洗衣服，因为昨天脏了。是吧？この洗濯機、最近地元の乗馬大会で優勝した時にもらった景品だという。太阳能在哪？在哪里？板子在这里，这里。哇，啊，就这么多就够了是吧？ここは標高約4500メートル、空に近く、毎日強い日差しに照らされるため、太陽光発電にはもってこいの土地だ。你们家什么都有啊？水电费都是免费，就是，对吧？嗯，不需要花钱，就是。然后烧火的才就是对牛粪，这是牛粪吗？嗯，对，好环保啊！还有摩托车，这放羊的时候用的吧？摩托车吗？摩托车，放牛牛丢的时候找去的哦。还有找马去的时候这个气的，马去，马马马马，马嗯、有马吗？有马吗？有。哪里、啊？就那山上放着。是吗？给我看一下，可以吗？再找不上，妈都山上放了好几个月。放了好几个月。嗯。能找到吗？啊，妈妈。嗯。找是找到。哦。再一天要呗。找一天。找一天。啊、找一天。一早上是一日的。高兴一点。一日的。学过学习班我等着看。这是在高一同的是吧？拍水的时候哪个字呀？水，排水。那水这个是排水。哦，这样的话。箭头要转过来。这样是灌掉了吧？对，这个东西打到这儿，点对点排水。丹心さんは小学校にも通っていないため、漢字が読めない。直接发，直接发，好爽。
喂，我复活，你看看。この親戚の若者も学校には通っていないという。自由茶吗？奶茶。奶茶。年轻人酥油茶不喝，年轻人不喝酥油，为什么？就酥油茶味道好呗，营养好呗。对，我们年轻人不喝，老年人喝。丹心さん曰く、もともとこの地域には何百人もが暮らす村があったそうだが、数年前政府の支援で村ごと大きな町に引っ越したという。那你为什么不搬？你为什么不搬？我们牛羊有呗，在不搬呗。放牧呗，放牛羊呗。所以我们也那个学没上过的时候，汉话说的也不行呗，啥都不行呗。放牧的话才还可以呗，其他的都不行呗。所以我们有点后悔呗。在小孩们在上大学。不识字你也能赚钱对吧？也能开车，为手机也用的好好的，这不识字有什么关系呢？就我们觉得就一点点呗，多的也没玩，不会玩呗。那你有没有想去的地方？没有。北京啊，上海啊什么的。想不想去？不想去。不想去。反正我汉话也说的不好呗，字也不懂呗，在那里去的话也没意思呗。有人陪着你去吗？有人陪着去的话，那还可以了。午后，丹心さんに。ミネラルウォーターより美味しい水が飲める川があると聞いて連れて行ってもらうことにした。这里有路啊，都有。你们会不会有高反？啊，高原反应？啊，没有，我们没有。没有吧？我们没有。我们下去的话，低烧反应有吧？低烧反应。低烧反应是不是？是什么样的反应？反正晚上睡，白天睡，啥时候睡都一直睡着。在。没什么精神呀，没什么精神。啊，也有这样的。就是高原的话，我们啥都没有。就是高原。对。那里到的话，我们嗓子也疼。嗓子也疼。就是。那个污染的音嘛是。对。这边空气特别。那个干净。蓝颜色的那种一点都看不见呗，太阳好好看不见呗，那里到的话。对。彼は数日に一度ここに飲み水を汲みに来るという。啊，好喝。跟泉水一样吗？对，跟矿泉水一样。画面奥の雪山から溶け出た水、この小川は都都川の支流に流れ込み、やがて長江に合流する。没有想过要买大的房子，是吧？不要，就这个地方忘不了呗。这个的牛羊，这里的地方，那个叫啥？这我也好好说不上呀。用藏语说一下，这个对对这个。前一段当么当也没也没也没，我说那来又把么的，我说兄弟开始那才弄那点这个又没完了，三的路没完了，他这是个的。小脏嘛，口脏嘛，天地都又没完了，兄弟来了，他啥的街上弟弟又把么的。当我给啥的学啥的那些个三六让啥让一直的他来就来没得啥看什么这样听不懂就是这我也哎呀没有标准有翻译的
我们找个翻译。有些你们说的也我好好没听懂，是吗？有些能听懂，说不下来，嗯，就那么个原因呗。嗯。哎，那我们走了。好好好，谢谢谢谢。不用谢，那再见，以后来呗。那哪，我忘了。役所。哎，不思議な縁で知り合った私たち。この大自然の恵みとともに生活する丹心さんの暮らしがいつまでも変わらず続いてほしいと思った。那我们沿着长江再往下走。私たちは旅の最後に最大の目的である長江最初の一滴を求めて氷河がある雪山へと向かった。终于可以看冰川了。哇呀，终于来了，冰川。你好。你好。哇，青海玉珠峰大本营，5,505。哎，哇，明显海拔高了。慢一点，慢一点。哎呀。初めて見た。かなり感動です。ようやく見れた。最初の一滴。長江の。うん。很明显、之前这里有冰川的。特别明显。但是因为变暖嘛。对、地球温暖化。没了。这边的冰川。越来越少了。ここにあった氷河が本当に温暖化の影響でなくなったのか確証はない。しかし大部分の氷河が溶け残りわずかになってしまっていることだけは確かだ。ああ、最純粋な冰川の水。ああ。これはすごいよ。很不可思議だ感じ。うん。こっから開始。到、走、到、走到、几千公里、然后到、到上海、到大海。对。おー、すごい。すごいよ。もう 100% 純粋。何の混じりっ気もない。結冰だ、ディーパー。よいしょ。你看，漂亮，好吃，很纯粹，特别纯粹。这个一辈子不会忘记的，这个味道。哎，我们走了几百米。马上到达，看起来很近，但是没有那么近。慢慢，走一步歇一会儿，不知道能不能到达。好，走走走。你觉得有点远吗？肯定走不过去，我飞过距离了，已经离。你现在距离离冰川还有600米，因为就在眼前了。现在不要了，不要了。我不甘心明天再来。累了，觉得累了，觉得气喘不过来就回来，不要逞强。我没有觉得累。他们跟浩哥，有水吗？对，就快，虽然快到了，但是一就最开始的一滴水，我们想拍。对啊，他放弃真的，危就安全是第一，安全第一。那我的意思是，我去吧，你在这儿盯着我。不要，回去。
600米现在很远，因为我没有不舒服。现在几点？反正日落前拍不到我就回来，不要浪费时间了，亮叔留在这儿好不好？好吧。我飞机没电了，我要回来了啊。哇，编导一个人去拍了，你不要那么走的那么快，我放弃了，还是要安全第一。体力に自信のない私は若いディレクターに任せて遠くから彼を見守ることにした。20分後ディレクターは最初の一滴の場所に到着した。10年前私が果たせなかった最初の一滴の撮影、私の後輩がそれを実現してくれた。これから私はこの一滴とともに長江に沿って中国大陸約6000キロを横断する。そこでは一体どんな出会いが待っているのか、私の長江との再会の物語はここから始まる。瞬间，就像过去未来从不改变，是命运的蜿蜒，在时光里描绘下雨离别，翻过了眼，凋零了花，谁倾诉在飞扬。